最近都是咩啦？地獄人啊，做咗啲飛劇。啲朋友佢又話，即係日日即係基本上做運動做得好犀利。呢排嘛？係啊。你但係你都減好多磅啊，已經。加兩個月前做專訪嗰時50磅咯。減咗50磅啊？50啦。你仲爭幾多啊？仲爭如果比以前正常差20磅到啦。基本上爭70磅嘅，即係之前做訪問嗰時嗰個體重，比起高峰期係係，因為嗰兩個月前係220磅，係啊，依家就減咗50，就170。係啊，點你靠咩減？輸咗。其實就全套嘅，即係飲食啊各方面都要配合先得。Thank you。辛唔辛苦啊？其實減肥是很易的，最大敵人是自己的，即基本上是那個決心，是啊，即你那個決心大呢，即你的 mind 是強的話，基本上是一定減到的。